名叫天生反骨，通过 yes 九三三为你独家首播。喜欢 energy 朋友要留意了哈，在今天呢，我们这首歌曲呢，星期五9月28号呢，天生反骨这首歌呢，其实是跟台湾同时间一起呢播放这首新歌哦。然后呢，要提醒所有喜欢 energy 的朋友，在10月12号呢 ，energy 就会推出他们的新专辑《天生反骨》。就是你现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。